又是一只小咪咪。大家好，我是 Omega， 我现在在桃园的一个池塘。这池塘呢，如果你是桃园人的话，应该都会知道这个池塘。那这池塘呢，跟外婆家池塘有点像，它也是铺满的哇。但是很幸运的是，它有一大片的空旷水域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干扰到坐钓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来这边看看看可以搞到什么，里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。里面可能有台雷啊，有可能有鲈鱼，有可能蛞蝓，应该什么都有了。好啦，来试试看吧。三克棘头钩配这个软虫，这软虫我觉得它还蛮通用的、啊，基本上在钓呆啊、钓海莲啊，或是钓鲈鱼，或是卷仔等等，我觉得其实这个饵都蛮通用的、啊。像这种饵呢，就是拿着平拖或是跳底啊，都还蛮有用的。不过今天这个唯一的。缺点是我杆子带太软了，这边障碍其实不少，障碍真的很多，这边障碍真的超多。我刚刚绕了一圈，我发现其实有台雷啦，这样可以快点钓到，不然等下天气热起来了，一定又不好钓。这边用棒棒虫应该还不错啊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带到，所以只能用这个小梯尾慢慢扫，慢慢扫。千头钩配这个小梯尾其实还算蛮好抛的，随便丢应该都有20到25公尺左右。哦，今天风真的很大，你看那边都是车。现在上班时间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钓鱼。啊，谁叫我是无业游民？有中，水哦，中啦，小咪咪。中了一只小咪咪，超可爱的。可以拍啊，对啊，可以录影啊，可以啊，拍给网络上人看啊。哦，在岸边找应该有货啊。哦，有中了，中，哎，跑了。果然刚刚中一只啊，可跑掉，太小只了。刚才真的蛮小只的。这边我只敢平拖啊，真的是障碍物很多。
现在这边站在下风处，我一直被吹回来，超难丢了。把刹车开大一点应该比较好。有，中嘞，碎啦！又是小咪咪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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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卖账卖账。又是一只小咪咪，超小的。中！哎呀，逃了！那个大只的嘞，那个大只的哦，哦哟，有了，小只的哦，碎啦，看看这是三小，小妹妹抓到你了，小妹妹。小朋友，抓到你啦！小朋友，别乱跑了。哟，钓到一条小的，又是小的。哦，刚刚跑了一只大的，我真的觉得超呕的。不过刚刚撞了蛮多只小鱼的，可见小鲈鱼看到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就咬啊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好，再继续钓一下，看可以钓到什么。中，中喽！碎了，又一只，今天第四只了吧？今天第四只，可是真的很小。我发现他们现在待在比较底部的地方，当我把饵停下来慢一下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咬碰。吵得我不要不要的，一直逆风。桃园的缺点就是风很大，我觉得不会比新竹还小。喂，好啦，今天就到这边。今天呢，差不多中七起四吧，还是起五忘记了。然后现在天气已经热起来了，搞不下去了。好，今天很可惜的就是。没有把那只大只鲈鱼骑起来，然后还有一只台雷有中也是没有起。希望下次我来这边搞的时候，可以收获更好。那就那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下面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持续追踪我，可以订阅我哦。我是 Omega， 我们下次见。